替向总说一句话好不好？因为他的家教特别的严，我记得晚上是在不到十点钟，他说想出去看个朋友什么，他妈妈劈头盖脸给他骂，不行啊，向太太，嗷嗷的给他一阵骂，然后他一句嘴都没有还，他默默就上楼了。可能你很难去摆脱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家世。我并不想讲任何东西，我并不想影响任何。我想说的是，刚刚我看到你有坚定，我喜欢那个坚定。